在地震发生之后，大爱台不断传送最新的画面，很多人看到这些惊心动魄的画面都非常的不舍，也主动帮日本来祈福。在今天下午的5:30，大林慈济医院也举办了一场祈福会，许多人经过大厅，看到有人在祈祷，也加入祝福的行列，就连病患也双手合十虔诚的祈祷，祝福天下无灾无难。